目前为止的话，我们零三是有现车的啊，你是过来提车还是过来订车呀？哦吼，看到的宝贝的话票666，没看到宝贝的话票999啊。零五顶配落地多少？目前为止我们领克零五是有现车的，顶配的话好像是没有实车啊。宝贝们想了解零五的详细落地购车底价，宝贝点右下角彩色小风车吧，好不好？右下角小风车点一点，然后凯莉带您看车车，可以直接点开小风车，可以获得我们直播间的专属购车底价哦。买零三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实车的，可以看得到。看看后排看不了了，我直播间的话不方便看，想看后排的宝贝去找我们的榜二，或者右下角小风车在这里啊。看不到小风车的宝贝去下载一个抖音的普通版，右下角小风车点进去在线咨询，可以看到详细的后排信息哦。凯莉何止1.5米啊，这个车都已经将近1.4米，这个车都已经1.5米了，凯莉何止1.5米。地面怎么不反光？我有阿姨啊，那要问阿姨啊。欢迎到来了凯莉直播间哈，然后凯莉穿上高跟加上马尾的身高是179，今天没有马尾啊，穿上高跟我有1.7米了，1.7米了，穿上高跟我都有1.7米了，宝贝，不能多了，是不信凯莉揍你，李大爷，你们说凯莉1.44米的，凯莉跟你帮帮两拳，看你受不受得住，啊，疯了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，现在直播间宝贝的话呢，想了解零三的话，我们目前为止是有充足现车的啊，包括零六的话也有充足现车，零三加的话呢，黑色金色都有车子，宝贝赶紧点开右下角小风车找主播跟你详细的报底价吧。觉得小姐姐人美嘴甜声音好听的宝贝，左上角跟主播点点关注吧。看破不说破，咱们日后还是好朋友哈。欢迎大家来到凯莉直播间，凯莉带您看领克零三加，这款车是 2.0T 的，跟零三一样的话是我们 CMA 平台打造的一款车子，它是基于沃尔沃平台上的，而且是参加过 WTCR 房车拉力赛的哦，有赛道基因的哦。高跟20，你们说这高跟有多高？疯了，这高跟怎么可能是有20厘米？